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现在呢，我在酒店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睡眠时光。我有买一个就是香薰机，然后会在香薰机里面滴几滴精油，然后呢，会让整个房间稍微充满着一些香味吧，然后可以入眠的一些精油。有时候会，但有时候不会。有时候也是比较的，看情况吧。就是我不能是特别有那种亮光的，比如说早上起来窗帘不是特别的遮阳等等的，我可能就会醒得特别早。最长的16、17个小时吧。那个可能是前一天拍通宵，然后第二天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休息，就可以睡很久。这个我要想一想，得有差不多2天吧，2天左右。是的，因为工作，因为要拍戏，看看电影。对，电视开着，但是声音也不会调特别大，看着看着可能就慢慢就自己就着了。然后第二天电视也是开着的。我比较喜欢看悬疑的一些戏，然后我最近呢，其实在重温很多以往的，比如说一些老的一些悬疑的一些影片。自己期待要做的什么美梦吗？这是一个小秘密吧，对。大家晚安。祝大家有个好梦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。终于收工了，我需要一个泰式按摩。